过去一段时间呢，五二零之后呢，我都待在家里，但是六五的时候还是被人家照到照片放在网络上。但是我觉得我是不能老是我在家里啊。那今天这个场面倒是不错，让我能够出来走走，看看大家也关心我们地方的这个建设哦。好，我们看一下右后方的媒体朋友们，是我们大家再稍微靠近一点点，我们确保这是一张非常有纪念性、历史意义的照片。接着，我邀请长官来看一下你们左后方，我们有很多的动态摄影。我们接着伸出大拇指，比出一个大大的赞，把视线看向我们中央的镜头。好的，请问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都捕捉到画面了吗？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台上所有莅临的长官跟贵宾为我们进行剪彩仪式。我们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可以先回座休息。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看到大家哦。那我也真的非常的高兴今天这个聚会呢，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共同来为我们的吴董事长祝贺，同时也祝贺我们嘉义县市未来的发展。那确实刚才黄市长讲的很对，这是一个里程碑。那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嘉义县市的这个发展，在我们在这几年的执政确实是用心的在规划，也希望嘉义县市能够发展。那我想以现在嘉义县市尤其嘉义县的未来科技的产业的趋势来发展，我相信将来不仅是我们的观光产业会做得更好，而且在这里的科技的产业将会带进很多的人才跟很多的企业家的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过去一段时间呢，五二零之后呢，都待在家里，但是六五的时候还是被人家照到照片放在网络上。但是我觉得我是不能老是我在家里啊。那今天这个场面倒是不错，让我能够出来走走，看看大家也关心我们地方的这个建设哦。那我们嘉义福隆有嘉义一零一的七号。那嘉义芙蓉的附近呢，有我们嘉义市的美术馆、新家大昆虫馆，还有森林之歌的观光景点啊。那听说刚才大家都讲，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从嘉义芙蓉看到阿里山啊。那我知道我们阿里山的小火车啊，预计在下个月就会通过我们全县的通车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我相信呢，阿里山的小火车全线故事将会使我们嘉义县市的观光的资源的串联带来更多的帮助，也可以为我们嘉义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观光客。那我们闻名国际的阿里山小火车能够在中断15年后全线的故事哈，是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长期以来的结果。尤其是我们现在建设计划里面有做相当的投入哈，所以我谢谢我们黄明辉市长，还有我们汪章良县长，这几年和中央政府一起为嘉义市带来许多改变，也让嘉义县市呢逐渐成为台湾旅游观光的重镇，那下一个阶段会成为科技的重镇。那我们嘉义县市一直在进步，除了照到照片放在网络上，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老是我在家里。那今天这个场面倒是不错，让我能够出来走走，看看大家也关心我们地方的这个建设哈。那我们嘉义福隆有嘉义一零一的七号。那嘉义福隆的附近呢，有我们嘉义市的美术馆、新家大昆虫馆，还有森林之歌的观光景点。
那听说刚才大家都讲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从嘉义芙蓉看到阿里山，那我知道我们阿里山的小火车预计在下个月就会推出我们全线的火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那我相信阿里山的小火车全线故事将会是嘉义县市的观光的资源的串联，带来更多的帮助，也会为我们嘉义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观光客。那我们国际的阿里山小火车之后，在中央段15年后全线的故事，是中央地方技术合作长期的一个合作，也就是我们现在建设计划里面有做相当的努力。所以我谢谢我们黄副市长，还有我们黄兆良县长，这几年来中央政府一起为嘉义市带来许多改变，也让嘉义县市就变成了台湾旅游观光的重镇。那下一个就要落成科技重镇。那我们嘉义县市一直在进行许多产业的转型，包括的改善、建设的进步。我们嘉义朋友那个对待嘉义的观光资源、吸收投资等方面的能量，都不断的在提升。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能够看到我们嘉义的这一前面，能够在我们的嘉义市有这么大的第一的大楼，让我们嘉义设施的我们所有的房子建设的进步，我们嘉义的 Apple 更带来嘉义在观光资源、吸收投资等方面的能量，都不断的在提升。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能够看到我们嘉义的这个潜能，能够在我们的嘉义市有这么大的地利的大楼，让我们嘉义县市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也感到说振奋，也非常期待我们嘉义县市未来的发展。那我也要祝福我们嘉义的发展越来越好，要趁这个机会呢，我邀请大家去搭阿里山小火车。那我们一起当台湾的观光大使，把台湾推进给世界，把世界带进台湾，让台湾的每个地方的观光都能够蓬勃发展。谢谢。赢家的第一，嘉义101，今天我们一起来参加嘉义芙蓉莫克酒店的开幕，我们同样的心情，献上最大的祝福，不只是最高、最漂亮。将来一定是服务最好，祝福业绩也最好。我们都知道吴董事长建筑起家，一建筑吼，诶有口皆碑，你家业绩真好。但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跨域的努力、跨界的投资，这些投资都很成功，而且从各方面，那今天就以观光旅店的经营。已经18家，这18家还遍布在全国各地方。这里面不但有国际级的大饭店连锁的经营，而且还有力宝乐园，还有最大的赛车场。这一切都还是从所谓的烂尾楼，所谓的经营不下去，拢一杆扣起来，全经理后悔。所以他刚才在谢谢蔡总统，谢谢政府。其实政府也要谢谢吴董事长，你拢收买吼，啊个收个遮水，而且个店都好起来，接着可以看出吴董事长不只是建筑搞，而且伊的经营实在有搞，啊这后壁都是伊的才具，伊的魄力，伊伫各界关系好，甲伊会晓经营，这实在讲经营事业。嘛无简单，大家拢爱拼输赢的。这样政府有当时啊，公职人员四年才算一届，有啥讲？所以实在讲，我个在你无伫这行，啊无足侪人做拼输你。啊实在讲，这要经营，嘛爱好所在，家己确实好所在，足侪人拢爱来。尤其若要阿里山哦，即马先来遮大一面两面哦，啊较起哩哦，嘿，滋味无同款。啊！若即摆退休，也是即摆落来，
啊，若是即摆无咧换政府，若有较闲的人吼，应该即阵会当烧酒来吃。啊，若有人要招，佫如何吼？所以即摆我全在做一款工课，啊嘛，假期的时阵，拄啊检验各地吼，过去安尼讲甲白天会增加吼，即摆甲检查看做了来三款吼，就讲唔免酸气佮怎样，哎，喷口水，普通时看上实在。啊，第一吼，唔是迄大场面，场面刷了后，留落来咧看，迄才有效。所以我下昼会留落来咧请。啊嘛，祝福咱咧真正嘉义零一带给嘉义一个新地标，同时也带动嘉义的发展。漂亮的地方都有芙蓉，希望因芙蓉更漂亮。也祝福芙蓉波卡酒店业绩长虹。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大家。刚才给我们说明的来宾还有爸爸妈妈这些，他们从文章呀现场，还有我们侯校长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两位非常辛苦的立法委员，热天气也很辛苦。这个过年以后呢，我休息了一个月，觉得日子蛮好过的，但是好像外面还有一些事情值得我去管理。那这个一个月呢，我刚好有机会跟安婷啊坐下来吃便当聊天。那安婷呢，是我在2012年选总统失败之后，我设立一个基金会叫做教育基金会。那我是觉得看起来讲话声音很小声，看起来很柔弱的女生，她可以坚持到什么程度？她坚持到现在，而且还越做越坚韧。那我是觉得她是那我想在这个创新教育的这条路上，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条路。除了我们要找出一条创新的路，或者是有用的创新的路之外，我们还要说服社会大众，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整个教育系统，大家一起愿意接受。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那这个结果有程度反映在我们双语国家政策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看来就不做，反而是我们要继续的做下去。因为我做了八年总统回来，他们还在继续。那不仅是他们继续回答我，而且他们也是有成绩。那这一点我真的要谢谢。这一点呢，我真的要谢谢我们中章还要谢谢党号。因为我念到了这里才知道，我要刮目相看，真的要感谢。以前呢，觉得他在前期抢救上是一个很有威力的，没想到他在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走在最前端的，所以给他非常。因为他不仅是他个人接受一个崭新的教育的观念，更重要是他愿意去执行它，也他愿意去克服困难，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当然，既然谢了他，就要谢一下他的师傅呢。那现场我们也有长期跟我们在长期服务的好朋友之外，那我也想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第一次接触到，而且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是我跟桃园国小的关系，应该在实验的跟桃园。台中的桃园国小有一连串的合作的计划，我真的非常感受非常震撼的是，我有一次到一个年级学生的原住民的学生的一个教室，我发现他们全部都在线上学习，而且有一定的学习数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撼，就是说这些小朋友可以克服他们在英语上面的困难，同时他就去学那个。那我想
就是说，既然我们五年级的原住民的小朋友做得到，我相信只要我们加入十个人，应该把这些其他这个包括其他的创新的这个教学方法都可以持续的能够存在。那这个事情需要政府的政策，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这些还有很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执行的人他有没有这个自制力去克服。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在这几年来持续锲而不舍、碰到困难都不会放弃的这群伙伴，我真要说谢谢你们的坚持，谢谢你们替台湾走出一条制造创新教育的路。但是我们要谢谢蒋长老师，并把小朋友放到这个创新教育的领域来受教育。那每个现在每个小朋友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都希望他最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是在投递，也希望将来就像县长讲的，能够持续的让台湾现在可以啊，可以继续的更加成功。那所以每一个小朋友的教育应该都是每一个每一个家长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那这问题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那他就接受一个创新的教育的过程。这些家长是要有一些勇气，所以我们给这些家长。那刚刚我们在参访的过程可以看到，不仅校园的布置跟规划非常有特色，在教育的现场看到年轻的老师的创新教学思维，学生都有不一样。老师是什么？很多的老师是来自于实际的医生系统。那在这里，学生跟老师彼此是有双向的互动。我做过很长时间的老师，我的感觉就是老师在台上不能勉强，那学生呢就看各自的能力会吸收多少，那就是教育老师。可是今天的教育是不一样的。老师跟学生是一起在学习的，也就是说，老师试图把知识、把很多的想问题的方法告诉学生的同时，因为老师自己也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法把我要教的东西教出去。这个对老师来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所以我相信这个创新教学的过程，学生要很勇敢的承受这种新的。教育方式，这个家长也愿意承受这个风险，更重要的是老师也愿意改变，而且去改变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教育的环境。那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老师是反对这些创新的这个教学方式，但是这个过程就必然艰难，也必然艰辛。当他成功的时候，对台湾未来世代的这个教育和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谢谢你也是基金会，文特说明教育基金会长期为我们台湾创新教育的力量。那同时也要感谢TNT 跟台湾的教育局教育局的那个是一家的。那这个汪文国小包括西城的西城老师这个 TNT 的在做培训，那刚刚我入班观课，老师说有一个辅助的教学平台是由 TNT 的，所以我要感谢校方的共同努力，以及刚才小的带领的先生来给你的支持，让这个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机构在台湾做一个不一样的转折起来。刚刚也能听到这个成功现场的气氛性，那我也希望在下一次的地方，那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比较遥远的地方，也能够在遥远的地方开花结果，那就可以去打一些工作。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大家继续努力。那虽然我也不是很努力，但是我可以帮忙。
谢谢。